稳定哦。宽体的手感真的差不多，动态很像，只能这么说，都是稳。快失控的时候，记得反打方向盘。一直不累，加油，我们已经领先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整个车身动态是不是优化很多啊？车子要好开哦，除了改装密码与底盘调教很重要之外，还有就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大的手收，今天要来开箱飞智全新推出的《冰原狼二》双霍尔游戏手把。它采用了新一代的霍尔摇杆架构，操作更精准、更丝滑，也更加耐用。扳机键也采用了霍尔效应线性扳机，压多少动多少，收放自如。高精度体感映射技术，并且支持 PC、Switch、Android、iOS、TV 等多平台。手把背部还配有两颗可以自定义的按键，还可以透过飞智空间再来设定距离，让你可以轻松一键连招。按键反馈清晰，轻弹丝滑。
冰原狼2的手感非常的轻哦，但回馈感很扎实，还配有转轴八方向十字键，让你玩格斗游戏的时候可以灵活戳招，原厂配重马达，多重震撼，冲击掌心。OK， 以上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实体吧。这就是冰原狼2的庐山真面目。在官网上的售价是1380元，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LEEPY 可以再打95折。包装盒长这样，里面除了有手把外，还附有说明书、接收器以及数据线。抱歉，线不知道被我收到哪去了。详细内容物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哦。总之呢，这个价位居然可以买到附有接收器的手把，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。只要将接收器插入电脑，手把的背面这里可以切换成三种连线模式，最左边的位置就是接收器的连接模式，这时候只要按下 Home 键即可瞬间完成配对，开始畅玩巅峰极速。更厉害的是，透过接收器来连接电脑，操作的回报率居然可以像有线连接一样享有超低的延迟，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受到线的束缚，同时还能享有和有线一样的低延迟爽感。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决定要接下这一次的合作了。将模式切换成中间的蓝牙模式，就可以轻松的与手机进行蓝牙配对。但很可惜的是，蓝牙模式下还是免不了会带有点延迟，这部分我觉得没有办法啊。目前无论哪一个厂牌的手把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哦。轻度游玩解解日常任务还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想要排位爬分的话，建议还是要使用 PC 来游玩哦。那直播中就有伙伴问说 iOS 手机能不能支援有线连结，答案是不行，这个部分我已经帮大家实测过了，目前只能用蓝牙来进行连结哦。那我目前已经连续使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当然未来我还是会继续使用的，因为我真的是挺喜欢冰原狼2的。那使用上的心得就是1380的价位，该有的它全部都有，甚至还做得更好。霍尔摇杆不仅判定精准，手感也更好，甚至更耐用。霍尔线性扳机，玩巅峰极速就是要用这种线性的扳机才能支援线性油门、线性刹车的功能，搭配飞之空间站还能自定义按键。不想用 A 键来拉手刹车，那我可以改成用 LB 键，或是背键也行。不喜欢线性油门，改成 RB 这种尖键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哦。想怎么改就怎么改。电池容量高达800毫安时，我每次直播巅峰极速都至少有6个小时以上哦，差不多就是2到3天才充一次电，这个续航确实给力。重点是它居然还附了一个接收器给你哦。1380这个价位，我只能说是亲民到不行哦，非常适合那种想入门尝试看看手把，同时又想要省钱的伙伴。对于手把的工商合作，我可是很挑剔的哦。当初我就有先谈好，我得先拿到产品试用过后，我才会决定要不要进行合作，因为我不想要介绍连我自己都不认可的产品哦。但还好，飞智并没有让我失望，反而让我知道，原来便宜是真的会有好货的。冰原狼2推荐给大家，详细的产品与购买资讯都会附在影片资讯栏给大家参考，也欢迎伙伴们直接前往飞智官网进行订购。记得哦，使用我的专属折扣码 SLEEPY 可以享有95折哦。好了，既然伙伴们都已经拥有了好的硬体设备，最后就附上来自 TNG 工坊的作品编号，宽体版洞洞两洞拐 CA5， 注意哦，这是套了曼巴多脑之影的宽体，无宽体版洞洞两洞拐 CAA。详细的底盘调教数据都已经附在了前半段的片段，有需要的伙伴可以跳转回去参考。那么本期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赞加关注，并分享给你的好伙伴。我是水大，感谢你。